有一个人就问有道理人，天堂地狱有什么不同？这一个有道理人他说，我可以带你到天堂地狱去参观，带到地狱里面，地狱里人一样的吃饭，但是他们很不快乐。为什么呢？这个地狱的人吃饭呢，筷子三寸长，见到这个菜啊，送不到自己的嘴边，就左边来给左边的人吃了，左右边来给右边人吃了，所以他就骂你骂他，他为了自己不顾及别人，所以就像地狱的生活。把他带到天堂里面去看，天堂的人一样也是吃饭呢，不过他们很快乐，吃饭的筷子也是三寸长。接了一块菜给对面你来，你来，大家谢谢谢谢，互相谢谢，互相讲好。所以帮助别人就是天堂，自私，这种自我痛苦无比。